佢點解會滲透得咁好？因為佢嗱，佢好微米嘅小分子啦，佢係翻我哋細胞肌肉裡面嘅細胞，所以咧佢會細胞層啦、肌肉層啦同埋神經層都可以係舒緩到嘅。媽媽手交給我，右手 ，OK 平的哈，這個兩個要用力，用力，一二三，踩喺邊個位？我踩呢個虎口位。好，媽媽手交給，用最大力。佢冇用力㗎嘛，我。我們正在介紹哦，全世界第一支海洋礦物跟植物萃取出来的超级精油，嗯，啊，这精油你在可以在60秒内哦，涂在身上哦，除了眼睛之外，它可以放松身体的肌肉跟神经组织，系啦，肌肉同埋神经都可以放松到，系60秒啊。它的速度包含循环力，包含身体的放松，包含你的身体的耐力，再来还有一个最厉害就是爆发力。但很多哦，我在介绍的时候，很多人用的效果很棒，马上就。上来分享，这个叫美精油，系啦，用纯天然，纯天然100%的矿物跟植物萃取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介绍这个手上拿这个精油，一盒它有三支，有三支噶系啦，一支有十 ml， 嗯，啊，第一支一定要放在床头边，再来第二瓶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出门一定要带着，第三瓶一定要放在你的工作场所，各种地方，办公室也好，那个车上也好，一定要带着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60秒内可以即刻解决你这种皮肤、肌肉跟神经酸痛，甚至有很多的意外让你受伤，第一时间你都可以涂抹。嗱，我读俾大家听下啦，嗱，有微米级嘅镁离子啦，镁离子系主要噶啦，有微米级嘅钙离子啦，两种离子，然后咧就有小分子嘅薄荷，同埋小分子嘅柠檬香茅，再有小分子嘅檀木，小分子姜，同埋咧小分子冷压嘅分离嘅椰子，系啦。我们怎么取得我们这瓶精油这么有强大的能量在这瓶子里面？是因为我们从台湾的花莲、台东。台湾右边的太平洋，这个位置，好，深海，700公尺到1500公尺，哦，我们在那边取出来的。我们取出来后呢，400吨的深层海水提浓到1吨，把里面的超级镁离子跟钙离子放进去，嗯，就在这个工作的地方。全世界哦，能收到这么深的海洋的地方只有三个地方，就是台湾、日本、夏威夷。嗯，好，就是这三个地方，所以我们把这瓶精油放进去后萃取，经过我们的微米级制程，变成一支超级精油。嗯，它不是只有涂抹吸味道而已。嗯，它是可以在60秒内，几乎可以解决身体所有的酸痛。系，冇错啦，可以几乎咧系所有酸痛都可以即系舒缓。佢点解会渗透得咁好？因为佢嗱，佢好微米嘅小分子啦，佢入去边度咧？佢入去我哋嘅细胞嗰度，咁就唔系净系去我哋嚿肉嗰度或者皮肤上面，佢系翻我哋细胞肌肉里面嘅细胞，所以咧佢会细胞层啦、肌肉层啦同埋神经层都可以系舒缓到嘅。开始哦，我压着妈妈肩膀哦，压着，佢压，不能动。嚟，好啦，右边先，开始动，零，背脊，见到呢度系咪？系咪？系 ，OK， 好得，另嗰边。在右边，好，你见到咩啊？见到风扇，见到风扇啦，见到，手机是每天离不开的东西，它已经没办法离开了，每天的动作。所以每个人，尤其香港朋友会问我，以后后遗症就是弹弓指，还有富贵包，嗯，都是低头，再来就是偏头痛，哎，因为它的电磁波每天离开手机的机会不大，已经每个人都面对手机，每时每秒，这个手机它是低频哦，因为它是 WiFi， 它的频率会。它频率会影响大脑，因为你靠近耳朵，放在耳朵边。妈妈手交给我，右手 ，OK 平的哈。这个两个要用力，用力，一二三，能不能再更用力？一二三，好，真的没有办法哈，没办法。好，拿手机靠近心脏，白心脏。好，这两个位置就是我们大脑跟身体最重要的器官，嗯，时时刻刻都是被电磁波影响哦。注意看哦，一二三，用力。还是没有力，电磁波影响好，没关系，大概就这样子哈。好啦，而家系咁啊，去碌个肩颈啦，而家好。手指头，踩喺边个位？我踩呢个虎口位。跟爆发力，然后请妈妈用手把它搓热。请妈妈刚刚动作再做一次。你又再望一望你右边啦。往右边看，用力好。你望到呢度啊？颈有冇松咗嘅感觉？你好似拧多咗。再加动一下就知道了。松咗好多，好，再看左边。哦，呢边啊，睇下头先有见到风扇嘅，你见唔见到我的手啊？而家睇到个张凳，见到张台，见到张台添啊！而家我们的精油
可以解决掉几乎所有的人的工作精神，60秒内可以肩颈放松哦。好，妈妈手交给我，俾人哋咁样俾佢，交给我 ，OK 的，用力啊，用力哦，用最大力哦，佢冇用力噶嘛，我打不开，打不开，俾佢捽死，一二三。哇，真系啊！加强咗。人家问我这个效果可以持续多久哈？系啦，四到八个小时。冇啊，我佢揸住喎，我揸住啫喎。真系好大力喎，点解你咁大力嘅？所以觉得自己用力。他的身体哈，至少年轻10到20岁。减零，系咪真系拧下个头？你而家试下真系试下拧，系咪松？很松啊！头先我条筋好扯嘅，咁多咗，系啊，好使得，真系。